2022彰化王宫渔火节活动将在27、28号登场，不仅有大型风筝展示、祭典乐园，更规划了海洋音乐会。到了晚上还会有绚丽烟火，而上午的宣传记者会，请来高人气的电子疗愈天团原子邦尼带来精彩演出，也要为活动暖身。彰化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27、28日登场，连续两天超下趴海洋音乐会，请来高尔宣、曾沛慈和911等乐团歌手热力演出。宣传记者会，原子邦尼特地来现场。今年王宫渔火节首度运用西滨绝美海景搭配飒爽海风，打造壮观巨型风筝展示，以及两座30米长气垫油气戏水设施，并结合在地美食珍珠科推出烤科去体验，还有时下最夯的文创市集，好好吃又好好玩。把烟火的部分呢、那 double， 那我们呢也把这个王宫渔火节的一个规模，让它更加的一个隆重，那希望能够也借此带动更多的一个游客。同时，在王宫渔港、福海宫及王宫街道，以数万盏美轮美奂 LED 灯布置夏日海洋灯祭。当然，不能少的还有灿烂夺目的浪漫烟火秀。彰化王宫渔火节去年因为疫情取消，今年扩大举办，隆重登场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